下列各鬼域表示嫁鬼域，何者不能重点形成共嫁件？共嫁件的形成可分两种，第一个是一般的共嫁件，也就是半满鬼域对上半满鬼域，然而这两个半满鬼域内的电子自旋方向要相反才可以，以免违反包力不相容原理，或者是配位共嫁件，也就是全满鬼域对上空鬼域。因此对于一般共嫁件而言，书写形式可以是半满鬼域对上半满鬼域，不过自旋方向要相反，而配共嫁件则是全满鬼域对上空鬼域。因此对于选项中二选项全满对全满，所以 A 选项不对，不能形成共嫁件。 B 选项全满对半满也不行，合在一起变三个电子。 C 选项两个半满皆为相同的自旋方向，所以不对。 D 选项为这里， E 选项为这里，因此答案为 A、B、C， 不能形成共嫁件。